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申家行，请您看看在天坛健身场地的大爷大妈，他们都70岁了，这练的是什么功？请您关注北京申家行。哎，起哄，这你要得了病，我们这岁数就拿这点普通工资受了吗？还援助这援助那，就他妈靠这点活呢，就靠这点活呢，叫我听了我难受。72了，72了。哇呀天，72了，72了，还能活几年？还能活500年？咱们这500年吧，72，真棒，这没有想的，这身体真棒啊，真棒。哎呀，你要说我也得要来天坛再开始锻炼锻炼。你看我这40多，我觉得这个这毛病那毛病的。哎，好好挣钱，挣这挣足了钱再说。嗯，我现在明白，其实那个钱和你那啥真没有没啥关系。嗯，我感觉还是有钱好。我们听，有钱，我们家两个好身体不行，不行，没有了，人有钱，哎，身体好就羡慕有钱。您也有钱，这么扯淡了，好，悠着点。啊，厉害，别摔碎了。嗯，别摔碎了，摔碎了没人管你。哎呀。这抻筋拉筋真厉害。人物，您练多少年了呀？有7年8年了。啊，7年8年。这不逗你玩了，不是一天两天的，嗯，不是一看就会，不是，得有个2、3年、3、4年、4、5年了。您是每天来，还一周来个几次？家住门口，近，是吧？身体真棒的，你这不得不佩服。嗯，那位大姐更棒了，那是，都第一，这个你瞅这个，知道吗？这都不是10几岁了。我就觉得你那太厉害了。哎呀，这是咱们特别，就是天坛大爷为什么有神奇有名呢？就在于这样。啊，70，刚才说您72，生日还能该说73了。嗯，不说那个，那就72。嗯，是真棒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大爷加油啊，身体棒，谢谢您，下一场跟你好好聊聊，谢谢您，是感谢，加油加油。